旁边哈，也就是斜坡的出口那边哈。穿着蓝色衣服，戴着米白色的帽子哈，在围里旁边座位上。先问一下。嗯。玉琪。永春。永春。现在可以过了吗？小马排队区在那里。我行，跟妈妈看我。耶、yeah. ，好。哎呦，你看他大便大好多、哦，啊，大太多了吧？后台有谁？麻烦请赶快出来。柯信义啊，大太多了吧？小心哦，麻烦要看，小心。这是小马。啊？还有。骑马机，这个当车，交给当车。哇，时间过一下。